我是 Andy， 我来自美国。我20多年前来到鹿谷找茶，就被这个茶的文化影响到。我觉得茶不只是一个健康的食品，是一个生活上能够享受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你坐下来泡一壶茶，跟朋友聊天的样子，虽然简单，还是非常特别。我这两年决心的发展一个茶叶公司，我想要给我认识的茶农一个回报。这边做出来的作品，这个茶叶让我明白，这个台湾茶的文化是可能世界上除了这边以外都没有这样的情形。我认为这个是很值得分享的一个东西。位于南投县的鹿谷乡，从一个传统农村蜕变为知名茶乡，如今是台湾洞顶乌龙茶发展最为成熟的产区。当地约有70%居民仰赖茶产业为生，而这片静谧的阡陌茶园也是最初吸引 Andy 的地方，让他一爱就沉迷了20多年。我从1995年大概那时候就跑一跑鹿谷乡三林溪溪头，如果有机会到合欢山那里，越来越喜欢跑到茶区找茶农，顺便看他们的茶园。从一位单纯的茶叶爱好者逐渐转为职业买家，这一路让 Andy 坚持的动力就是每回发掘好茶的喜悦。多年来每趟翻山越岭的旅程，全是为了寻找理念契合的小农。这个区都是早期30年前开始发展，就是开地种茶。在我的经验里面，最近10年以内，很多茶农是往各方面的，他们自己想我怎么可以管理我的茶园跟别人分别的，所以觉得这样子很有意思。像一些是有机的，一些是其他的永续经营的农法，都有自己的概念，所以多认识就是多一个机会研究。这个已经有，像这棵有生病过的，它可能有一个能力预防这个病吗？还是不一定？对啊，对啊。这种，应该很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吧？对呀、啊，包括这个什么有、什么管理啊？那个喷农药的也是啊，哦、那个茶叶植物病。那现在刚开始种的时候很多，现在已经减少了，有机管理以后就减少了。要有生态啊！现在已经生态平衡了。这个是已经没有叶子了。林清淡本来是回来种甜柿，柿子，这个整个山都是森林，里面有很多猕猴，猴子过来把水果吃掉，所以他就决定改种茶，猴子不会吃茶叶啊。林清淡大哥的有机茶园生态系丰富健全，这在金安迪眼中极具健康环保的亮点。而像这类在地小农的转型故事，也一直是 Andy 品牌经营中给予支持的对象。我最近5年以内认识的茶农也是越来越有意思。我新的朋友林清淡，他的经验是他是鹿谷生长的，然后他自己发展他鹿谷的茶园，后来跟大家一样跑到高山去比较远的地方开一块地发展高山茶，做了15-20年又回来，现在60岁，
还敢做新的，就是种有机的。是这样的。他的年纪跟他过去的经验合起来的话，给他一个看法说，我要继续做茶，可是我要做一个永续经营的方法，用我家里的地来重新发展起来。鹿谷乡农会是当地茶叶产销的重要推手，也是带领 Andy 进入茶世界的起点。而在农会所属的茶叶博物馆，翻译各项展示的英文解说，更让他得以发挥累积多年的习茶知识。France, France. 这个要是我最近帮你检查的那个吗？对对对对。你最近帮我检查两个吗？嗯哼，对，一个是宋代的，还有其他的要看，也是翻译的吗？也是啊，因为我要做一本这个brochure for this museum。嗯哼。这个 museum 是1995年就有了，开始我觉得需要国际化，需要英文的时候，我就找他来一起帮忙。等一下 ，Here in English。这个是他帮我录的 ，Andy 帮我录的，但是声音太小。先翻成英文的，再来。我们想说，只要下飞机想找茶香，就会想到鹿谷，这是我们的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了。然后既然认识 Andy， 我们就充分跟他合作啊。虽然英文我们懂一些，但是由我们来翻译的英文，其实不是那么道地那么自然。就请他来翻，用外国人的感受来了解，哎，这个到底是怎么翻译？一个比较明显的重点是，中文这个不发酵的茶，这个字发酵的，我找就是好几年之前跟 Tony 说，那个好像不是发酵，你要说真正的那个字是氧化的。可是你用这个字中文里面的来说，是很少人会这样讲的。可是我翻译成的，我不愿意用这个发酵，这个英文 fermented， 对，我几乎忘记英文。重点茶的滋味最好的就是回甘。它回甘英文里面就没有这个字了，对，很难翻。我们一个甘它要叫sweet aftertaste， 对，可是 sweet， 我们的 sweet 完全跟我觉得没有形容到甘的这个字。回甘我觉得我就决定用 aftertaste， 让你自己决定是不是甜的样子。台式泡茶方式与轻松自在的态度深深吸引着 Andy， 这也是他最初爱上台湾的原因之一。在生活茶艺的世界里，信手拈来的一草一木都能巧妙地融合为茶艺的一环。我有带新的小的，我在想如果是野餐的泡茶，就是到外面泡茶，用一个东西小小的，这个蛮薄的， 对不对？比较轻。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木头的，或者是这样子比较好带，如果是小小的木头的。对，这个是生活茶会在一个代表，说这个是在你生活上可以找出来的东西，当你的艺术品，当配合你喜爱茶的泡茶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式。看 Lisa 跟 Tony 发展起来这个生活茶会，是顺便也是长出来一个 style， 对，就是自然跟简单的。我们是生活化、平民化，不像那个皇宫贵族里面就在那里。对。我们也一直希望说，台湾的茶艺是要年轻化，不像譬如说日本的茶道那样子，可能年轻人大概就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耐心，一下子就跑掉了。然后这个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家里随时有小花、小石头就可以来设计这样子。我喜欢台湾的茶文化，是因为是简单、很轻松的啊，没有什么严肃的感觉。还有高山的味道。对，可是也有一点发酵度，够够。然后它的后韵一直留，我觉得蛮。它的韵味很好，而且不会涩。
Andy 走到现在这么对茶的茶痴，也是始料未及的。他曾经好几次就回美国，回美国发觉没有茶他就活不下去。本来他是跟茶的买卖也没有关系啊，就是他不是做生意的，然后慢慢接触，哎，茶居然是他生活的全部啊。嗨，我是 Jacko 蒋伟文。在台湾，乌龙茶非常有名，但是到底我们说的洞顶乌龙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茶？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茶，让一位外国人可以在台湾一待20年呢？而且呢，在这边从喜欢茶到离不开茶，到现在做茶的生意，甚至于写了一首歌给茶，他就是名副其实的茶痴啊！那么欢迎茶痴 Andy， 你好。你好 ，Jacko。你好，请坐。谢谢。刚刚听到你唱的这首歌，嗯，就我觉得是好像很浓的一种茶的感觉。谢谢。他在写的故事是、嗯、My home away home， 是不是？对 ，My home away from home， 就是我的一个家，可是离我的家很远的家。嗯，是的。是在写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是直接说我来到台湾开始喜欢喝茶，嗯，然后到时候有机会跑到山上去找茶园跟茶农，嗯，第一次是22年多一点我去鹿谷找茶、嗯，然后遇到一个人，他变成是我台湾最好的朋友，对，所以他们家是现在是我台湾的家。那一开始我说我们要介绍 Andy 啊，你帮茶写了一首歌、嗯，我说你是茶痴啊，你知道茶痴什么意思吗？大概知道是我对茶有一点疯狂的兴趣，对不对？obsessed， 对。可能有一在我的经验里面，20年以内的有一段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东西，我回去美国、嗯、还舍不得待在那里，跑回来台湾、嗯。现在变成一个生活上的东西而已，很简单呐、啊嗯。我没有想到什么，就是茶是我生活上很基本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嗯。对，我们在那个影片中看到你都是骑摩托车啊、哦嗯，在那个鹿谷跑来跑去的。嗯，感觉起来你应该认识鹿谷每一个茶农吧？鹿谷有好多茶农，可是我认识蛮多的。嗯、对、嗯、对。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就是爱上台湾的那个鹿谷这个地方、嗯？怎么会喜欢上茶呢？我一喝到台湾的茶，我第一次来台湾，我就慢慢发现，我进去每一个家庭，他们有这个习俗、这个习惯，就是好来请坐泡茶这样子。Oh. 然后喝到茶，我觉得哦，这个不是很普通的东西，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 oh. 味道很明显啊，很香。然后越喝越喜欢的。再过2-3年，就让我想要看这个茶的来自哪里啊、嗯？这个是什么做的东西？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个文化，就是天天可以享受的东西，不是
它也有艺术感，可是你看个人喜欢什么都可以啊。对，因为我从小就是住鹿谷嘛，所以我都知道我们家里都是种洞顶乌龙茶、最有名，我常跟朋友介绍。但是说实在的，我也不懂什么是洞顶乌龙茶，为什么它叫洞顶乌龙茶？现在我要问一个外国人，茶痴 Andy。我的家乡的洞顶乌龙茶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其实洞顶是一个地点，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山，洞顶山是鹿谷中间的一个，可能是最早发展起来，特别是种茶最早发展的一个茶区，所以从洞顶山开始种茶，应该是1950年代的时候，以前有茶，可是不是算一个特产，一个从那里。做出来的一个特别的地名，可是我看从最近我20年以内看的那边的茶农是，他们有一种骄傲，说我要代表我自己的能力，我的技术，我的做茶的功夫的样子，我的知识都要放在我做出来的茶叶。听过好像洞顶乌龙茶有所谓的青地绿腹，还有一个叫红香边，是什么意思呢？对，因为它还是有绿啊，它的发是部分发酵，不是全发酵的，所以叶子还是绿的。那 Andy 刚刚提到那个红香边，好像是说这个叶子它的有一点，有时候会有红边啊。对，除了那个里面的骨，它的枝，在中间的是变红色的一点点，那最第二明显的是外面的最旁边的也是变成红色的一点，这个是你。怎么看得出来有发酵过的？对，所以它是说它的颜色青地绿腹红香边，如果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蛮特别的。对，就是很短就可以解释蛮多的。对，那洞顶乌龙茶它喝起来，它有什么特色吗？我觉得它的味道是比较满，比较浓，比较厚，不是香气而已。你喝下去，它的后韵会一直留在你的嘴巴里跟鼻子里面的。而且是你这种味道，你天天喝的也不太容易喝腻的样子，因为它是比较属于水果的，不是属于花香的样子。那假如说有人泡一壶洞顶乌龙茶，但是不跟你讲，但是给你看，你看了跟喝的，你看得出来它是洞顶乌龙茶吗？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其实现在这个名字洞顶乌龙是代表一个做法，不一定是从那个山种的茶树来的，所以别的地方你可以用别的地区的茶叶来做洞顶茶。那像洞顶乌龙茶，它的制作方式，其他的茶就不是这样制作的吗？你可能会听到半熟茶，或者是部分发酵的茶。对，它让茶叶发酵的有一个明显的程度，然后烘干以后做好的以后，他们也会烘焙几次，可能。洞顶茶需要过20-30个小时的烘焙，基本上是一步一步差不多一样，就是洞顶的做法是要动手比较多，它的发酵，因为发酵重一点，你是要搅拌的，然后就是动茶叶比较多，然后对，如果是。如果跟高山茶比起来的话，高山茶的手术是比较少，而且可能是比较确定，没有调整那么多。那 Andy 刚刚提到这个发酵，就是你在影片中有讲到，发酵其实英文是 fermented。对，所以这个字其实是错的。我跟我朋友林献堂，我跟他讲了几年，他才决定好我要用中文解释这个发酵的字是。我们习惯说的，然后英文也是啊，我们大部分的是用 fermented， 对，可是真正的是氧化的，就是氧气的影响，像你切一个苹果，然后放着一段时间，它开始变成红色的，对不对？它的肉，那茶叶，树叶也是这样子。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把茶叶采回来以后，什么时候茶叶会？氧化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其实你一插一下来就开始氧化了。对，可是明显的看得出来的是要他们发明一些过程，让它发酵到你要的效果。第一步是日光萎凋，或者是室外萎凋的，就是把茶叶散在外面，然后让他们晒太阳一下。对，
这个是第一步。对，它会把水分开始去掉，对，然后茶叶的里面的我说的那个 chemical 会开始有影响。所以这时候茶叶它水分去掉以后开始氧化，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会有特殊的味道吗？对，很对。我觉得做茶的技术是特别是乌龙茶，我可以这样子基本的解释是。发酵度不发酵的茶是乌龙茶，我们习惯用这个名字乌龙，是代表也不是绿茶，没有完全没有发酵，也不是红茶，是完全发酵的，所以中间有很多空间呢，有很多程度，不同的乌龙茶，像文昌包种茶是轻发酵的，发酵的一点点，可是因为有发酵度，应该是我们习惯说是乌龙种，对。铁观音是比较重发酵的，而且它的烘焙度是可能最重的，所以是很浓的，很厚的味道。对，冻顶可能是中间的。对 ，OK， 所以这样子听就比较了解这个尾雕还有它的发酵，对，它进入烘焙，它都给它不同的味道。是，你刚刚提到高山茶，高山茶是一种统称吗？还是高山茶它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成为高山茶？高山茶这个名字我看的我懂的是茶在台湾早期开始社会上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开始变好，有人会找一个特产，其实茶代表一个圣人要送礼还是什么，是当一个不错的一个礼物。后来有消费者的要求，有人说好，我们可以种茶，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卖的，这样，所以茶开始发展起来就对了。问题是要找台湾空间也没有很多，对不对？所以要找有地方可以发展地。这个还没发展的地是在山上。那高山茶跟比如说乌龙茶或是洞顶乌龙茶，喝起来有很明显的不一样。有啊，高山茶也是轻发酵的，他们说清香型的，对，所以发酵度比较少，而且其外观的也很像，就它的形状。一样，颜色有一点不一样，比较轻的一个绿色。泡的茶汤是比较轻，比较绿，比较黄。洞顶是比较算橘红色的样子。高山茶是绿黄色的样子，而且可能比较透明一点点。如果今天不是在访问 Andy 的话，我会觉得今天好像是来口试，就是 Andy 要来我们的茶厂当总经理这样。我觉得你可以胜任当这个茶痴的师傅。你对什么有兴趣，你就会学的比较好。你真的是没问不倒你啊，什么都可以问，你都可以回答，太厉害了。那我听了 Andy 介绍这么多有关于茶的专业知识啊，我可以深深体会到茶痴这个名字的绰号在他身上是真的是形容他是很对的。那接下来我们这段影片，我们来看 Andy 跟他好朋友 Nick 去采茶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来看一下。台湾茶界素有北包种南洞顶之称，原本不产茶的鹿谷在70年代谢东闵沈主席的推广下打响了洞顶茶名号，也带起了鹿谷乡种茶的风气。这里的茶树一年四季皆可采收， Andy 与他的伙伴 Nick 这次特地前来参与下茶采收。看起来太小的样子，应该是他们要特别知道采这种的，对不对？叶脉的颜色应该是这个颜色，所以这个就是贵妃茶。对，贵妃它就是会有蜜香。我没有看过这么明显的，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过这么明显的。大部分的绿叶茶是下雨之前来的，已经来的吗？一般，假如说小绿叶茶的季节是24节气。里面的芒种，大部分新竹那边的东方美人，对，就是这个时候，这两个礼拜在采。嫩芽的这个咬的话，它叶子长出来是黄黄的而已，这样子才知道是被它咬的。这个季节最多人让那个茶叶被
这个童谣的，因为是夏茶。我们特别对这种茶这种农法有兴趣，对，所以刘伯家说这个季节他让他的茶树被这个小绿叶蝉咬的，我们就想要来看。也是因为被虫咬的是代表没有农药，因为农药的话虫不会过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外国人会喜欢的一个部分，是被虫咬是代表很比较环保也比较健康。东方美人茶是那种条索型长型的嘛，嗯，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做半球半球型的，为了要跟他们区隔了，所以我们这边就取一个名字叫贵妃。对对对，在国外比较有名比较多人知道的是东方美人，这个很有名的一种茶。那我们现在要推广的是鹿谷这边的贵妃乌龙茶，这边被虫咬的。传统洞顶茶制茶工序繁复，从采下叶子那一刻起就要与时间天气赛跑。农忙时期，茶农往往要全天候固守，密集的确认制茶状况，分秒都不得松懈。这个是日光微雕，是发酵的过程的第一步，让那个水分开始去掉，然后茶叶变成软软的。夏天比较热，可以很快就晒完了。了解整个过程，从采茶、做茶、烘焙这些，可以比较好跟客人沟通，也可以跟他们很透明的讲他们的茶是从哪里来。你也没有看到的话，我跟他们讲他们的茶从哪里来，就像我在国外透过一个代理商买茶一样。可是我在这边如果亲眼看到我写的故事，我跟他们讲的故事就是叫 real。 因为我们都会讲今年的天气怎么样，今年的气候，然后采茶的状况，所有的状况怎么样，他们可以知道有这些状况做出来的茶喝起来怎么样，所以他们会期待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他们可以越来越了解这个农产品的特色是什么。一个三合院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就是用这个空间，这个是他们生活上的环境，种东西收回来，用他们家里的空间来做手续的，不是盖一个工厂来做一个商品的样子，这个也是永续经营的重点呢。迎合消费者口味的高山茶，在现今消费市场占有率大，相较之下，坚守传统工序的洞顶茶更显得珍贵。而这也是热爱手工做茶的 Andy 想要帮忙传承下来的技术。高山茶跟传统的洞顶乌龙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高山茶一般是做轻发酵的茶，然后我们传统洞顶乌龙茶是属于比较重尾雕、重发酵，然后又后面又要培火培很足够才称为道地的传统洞顶乌龙茶。我们的客人从我阿公啊、我爸爸的年代都已经喝惯了那种重发酵、重烘焙的那个传统洞顶乌龙茶，所以我们还是会坚持走这一条路。等待是制作好茶的重要学问。室内尾雕是借由双手轻轻拨拌茶叶，让空气顺利进入叶片内部细胞进行发酵。反复的手拌与等待的节奏，全凭多年来的经验判断。
传统的动手比较多啊，比较接近茶叶的状况，看它需要什么，下一个过程需要调整哪里要调整的样子。尾雕的部分需要时间，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到这个时候，浪青的也要看茶叶的情况，看它需要多久，然后这个速度也有影响。最重要的是，等一下我们杀青的时候炒茶的，炒多少？哎，对啊，哎。重点乌龙茶它炒的松度跟高山茶不一样，它没有像高山茶炒到那么熟。对，可是还比这个还熟一点嘛。对啊。高山茶会比较熟。对。今天因为做量这么小的话，它的控制度也是比一般大量的不能比，这个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一个情况。看到了，你要不要摸摸看？很烫。对，你把你茶叶做成一个特色的作品的话，它的价格、它的品质都是比较高一点。那高一点的话，虽然量少，你可以有一点把它稳定下来。你要做大量一般的一个作品，这个是刚好代表我们想要推销跟鼓励本地的茶农，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对这种作品是很有兴趣、很喜欢的。新鲜的茶我一定没有喝过这种的，没有美味啊。我觉得香气是不错。那你有加那个蜂表吗？没有。找到了高品质的贵妃乌龙茶，当然也要推荐给爱茶的顾客们。而品茶会就是一个与消费者面对面直销沟通的方式。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办这种的，像一个教学的这种，然后主要是想要大家都可以更了解他们喝的乌龙茶，然后更了解他们喜欢哪一种乌龙茶。Then there's a 贵妃。乌龙茶，山梨溪的 ，Yeah，and then there's 洞顶，贵妃乌龙茶，这个是青培，贵妃的意思，这个茶是被虫咬，夏天才有的茶，被一种虫咬的，然后它会改变它的味道，给它一个 honey flavor， 一个蜜香的味道。在全世界最有名的茶是绿茶跟红茶，可是我们觉得台湾的乌龙茶。茶跟茶文化是非常的特别的，这个部分 是需要教育，因为很少人真的知道乌龙茶的特色是什么。三克泡六分钟是看哪里有缺点，这个是比较属于真正的你在家里泡出来的味道。用五克泡三分钟，我觉得是一般泡法的样子。温度可以100度，对，这种茶都可以耐滚的水。做法除了这个被虫咬的跟发酵度重一点的话，是比较属于洞顶乌龙的做法。它把茶叶揉起来是半球形的样子，然后它也有烘焙过两遍吧，对，还是轻烘焙的。东方的人平常没有烘焙，就是红汤的而已。Andy， 我的伙伴是做了20几年，然后因为有了解到一个比较深的程度，所以觉得我们有能力可以去教育国外，这个东西是多特别的。如果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茶农是用这个家庭式管理的跟永续经营的方式做茶，我们会觉得很满意，很成功。那如果可以让更多
在国外的小肥子知道乌龙茶，然后一直到台湾的这个传统式家庭式管理的乌龙茶是一个很棒的产品，我们也会觉得很就这样子就算成功。有一个外国人来帮我们认同，然后又鼓励你说你真的不要放弃这条路，我们是用分享的态度给他，可是其实他也是这样是在帮我们推广。我们自己想也说哎蛮值得我们坚持这一条路线，做传统洞顶乌龙茶这一条路线啊。我觉得好像台湾茶更有希望啊，这个更应当唤醒我们乡内的人，或是我们台湾茶哈，要怎么走到下一步，怎么更注重文化，就不只是只有买卖啦，不是把茶卖出去就好，健康啦、自然啦、安全啦，这些都是借由烟蒂，我们可以更唤醒自己，更来保存我们的传统这样子。就算没有喝过东方美人茶，你一定也听过东方美人茶。现在居然还有贵妃茶，今天真是长了知识了。现在来特别介绍一下 Andy 的一口茶 Echo Tea 的合伙人，那就是 Nick。Hello Nick， 你好。你好。今天我们要喝的就是 Echo Tea 的这个贵妃茶，是不是？嗯、是。好，那现在就先请这个 Andy 来帮我泡这个贵妃茶哈、啊在泡的时候来问一下 Nick， 你跟 Andy 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有共同的朋友介绍，我是3年前来台湾的话 ，Andy 已经在了。那我去上中文课，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刚好也认识 Andy， 然后就透过这个朋友认识的。那认识 Andy 以后，怎么会突然就决定跟这个茶痴啊一起开公司？其实是没，那时候是没有突然决定，这个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那可是我们是朋友，就是很久的朋友。那时候 Andy 已经会常上去看茶园，像阿里山、鹿谷山、仁溪那边。那我是因为喜欢骑摩托车，然后看台湾的风景，会跟着他一起去。他去找茶，那我去看风景，对，才就慢慢的。对对对。现在 Andy 在泡，这就是贵妃茶。贵妃茶它也是乌龙茶。是的，是。基本说乌龙茶是部分发酵的茶。这个贵妃茶。它的根是从东方美人开始，是他们两个一样的部分是有被虫咬过的，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的蛮可爱的一个虫叫做绿叶蝉，对，它茶树那个发芽的时候有梦咬的，很小很小，叶子还很小的时候刚刚开始长出来的话，那个虫喜欢飞过来吸那个它叶子里面的汁，对，所以这是2015年的贵妃茶，对，是两个月之前的，是的。我们特别讲到这个2015年，因为今天不只是有带影片中我们采的，也有带去年的贵妃茶来。是贵妃乌龙茶，它是一个新的品种吗？还有它是跟是不是跟921地震有点关系？有，921地震的时候。山上的路有一些土石流，路不通，茶农没办法到他们的茶园去管理茶园，所以那一季特别多的茶园是没有喷药，没有喷药就是那个绿叶蝉的虫来咬它的新长出来的茶叶。后来他们说好，我们以前一直要控制。不要让被虫咬的茶叶，因为这个比较不好做。可是这一次我们有这个情形，我们来把我们今年采收的茶叶做成新的一个品种，类似东方美人，也类似洞顶乌龙茶，这两种混在一起，我们就发明新的一个名字的茶，叫贵妃茶。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喝我们在影片中采收的。贵妃乌龙茶、我觉得它还是很浓的那个茶的味道的感觉，所以它的蜜的味道不会那么明显。对，可是闻的时候蜜的味道比较明显，喝的时候在嘴巴里的味道比较少，这个感觉。对，还有它的空杯，它的蜜的味道，我觉得是也比较明显。我朋友他做春茶采收了以后，他把他的茶树，他们一年零。
大部分的茶农会一年一次把茶树剪短一点，让新的茶根长出来，这个是对茶树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个 Echo Tea 一口茶，就是你们的茶公司嘛，是的。怎么会有这个名字？这个茶应该是主要推广给外国人吗？是，对。那其实这个名字是一个不小心，因为一口茶 E C O C H A 是英文名字，对，我们先取这个英文名字，然后 Andy 有跑去鹿谷跟他的好朋友讲说，我的新的公司要叫做一口茶，然后虽然 Andy 讲的是英文，他听成是中文一口茶，他说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对，一口茶。那一天才发现，其实这个名字是一个两个语言都可以通。那 eco ECO 是生态、有环保、永续经营的意思在里面，英文的部分。对。然后 eco 茶中文就是简单喝。一口茶，yeah。这真的是很特别。是。那可不可以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像今天 Andy 和 Nick 帮我们介绍贵妃茶，那你们介绍给外国人的时候，他们了解乌龙茶吗？我觉得我问 Nick 会比较准，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喝过乌龙茶之前，你就是一个100%的外国人嘛。你对茶应该就是红茶、绿茶，还有对，在国外比较有名、对比较多人知道的是绿茶、红茶。对，尤其是美国是那种ice tea， 就加很多糖的那种 ice tea。然后现在我们一口茶想要只是可以做的是把这个乌龙茶这么好的乌龙茶带到国外去，让他们比较了解、比较知道。像我们知道的红茶、绿茶，还有像乌龙茶，好了，他们都是同一棵树，还是他们不是不同的茶树的品种呢？其实绿茶、红茶、乌龙茶是从同一个茶树来的，差别是你制造的过程不一样，像你的发酵度跟你的烘焙度不一样，就会做出来不一样的茶。像绿茶是完全没有发酵的零。然后红茶是100%全发酵的，乌龙茶是中间有很多不，像你可以说从10-80%发酵度是乌龙茶，所以是一棵树可以做出来很多不一样的茶。那你刚刚说那个烘焙10-100%，这中间怎么去控制它啊？10-80%嘛，因为100%就变成红茶了。对，怎么控制它是杀青的部分。如果你不要它再发酵的话，你就去做杀青，把那个 enzyme杀掉，对，所以绿茶是一拆马上去做杀青，然后红茶是都没有做，乌龙茶6-8小时你要做多久，你就那时候要停，你就杀青，所以绿茶是直接杀青不萎掉了，是的，对，那红茶，所以它绿的，对，它绿的，就像 Andy， 它没有氧化 ，Andy 讲的那个一颗苹果，对，咬一口，放在那边，如果很就是马上。咬一口，它是很绿，它是就是绿茶。对。然后如果我放在这边放一天，它变就红的，或者变了颜色，那就是红茶。然后中间是乌龙茶，有很多不同的那个程度。其实我刚刚有跟 Nick 稍微聊一下，透过你们的网站跟你们购买这个贵妃茶也好，或是乌龙茶也好的外国人，很多是第一次透过网站跟你们买茶，他可能根本没有喝过乌龙茶，也没有喝过贵妃茶。那你觉得这些外国人，他们为什么连喝都没喝过，他会透过你的网站跟你买你的 Echo Tea 呢？一种茶呢？可能有听过乌龙茶，因为现在乌龙茶在美国是越来越有名，有人在讲这个，所以有听过，然后搜寻，就是找我在那边可以买乌龙茶。那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我们的，是因为我们会很透明的跟他们说这个茶的来源是哪里，这个茶的故事，所有的细节都会讲，像。茶农他用的做法，然后茶园的状况，那一天采茶的气候是怎么样，天气这个季节的那个气候怎么样，所以从头到尾都会跟他们说你的茶从哪里来。那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他们比较想要了解我们把什么东西放在身体里面的那个比较健康取向，他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们现在推广一口茶一口 tea。这种不管是乌龙茶也好，或是贵妃乌龙茶，卖给外国的朋友，最远卖到哪里去啊？巴西、丹麦、北欧、美国都有，最远应该是巴西，然后最成功应该是
Google 美国的 Google 有在喝我们的一口茶，那他们很在意那个健康，环保那种，然后他们也在喝一口茶。那除了推广永续经营，像这个 Eco Tea 一口茶这种小农的茶叶，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消费者的呢？我们懂的茶都是在台湾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介绍的是台湾做出来的茶叶，也是顺便介绍台湾茶的文化。我喜欢分享我在这边享受的世界。已经有我们的消费者已经有给我们够的一个回报，说我们很喜欢你让我们有一个窗户可以看进去这个世界，这个让我觉得蛮满意的。对，那 Nick， 像你刚刚有提到啊，茶它每一年可能因为季节的变化，收成或是烘焙的效果或是发酵的这个时间，可能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像这种每一年因为季节的关系，茶叶的口味不同，这对外国人来讲是有趣的吗？很有趣的，很有趣的。有两种消费者，一种是他们只想要喝，不管是红酒、吃的、喝的，想要他们知道的味道，想要找。可是现在越来越多是对这种东西很有兴趣，像他们会很好奇，那今年的会怎么样？那如果今年的天气比较太阳比较多，或是怎么样？会对我的茶的影响是什么？他们会很好奇，很喜欢。所以，对，现在外国人都很喜欢有这种东西。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喝一口茶很简单，但是这一口茶里面的学问啊，却非常不简单。好，今天很开心跟 Andy 和 Nick 聊这么多，也很感动看到 Andy 跟 Nick 用他们的热情和专业，让全世界，这么远的地方都可以品尝到台湾这么棒的这个茶呀。今天呢跟两位喝茶聊天很开心，下次呢在台湾站起介绍你认识更多新移民的故事，别忘了有空来淋茶啦，好不好？就是来泡茶，来淋茶，就是喝茶的意思嘛。好，我们下次再见，我们继续喝茶吧。